来，后边的动作较紧了嘿。各位学员，大家暗晚大家好，袂坐呢，大家暗晚大家好，敢若拢足兴奋迄款型。不过呢，我今日会当一开始的时阵甲大家报告一个真好的消息，咱台湾政府已经决定后礼拜开始正式要求美国将淡水美先生送去美国。因为淡水美先生啊，是本土台湾人，一个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国人绝对足袂舒适的。对淡水美先生啊，伊感觉讲哦，伊这人是互因听中国人足闹开的。就是讲足大诶侮辱，所以伫即款诶情形之下，你一个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你爱来帮忙淡水美，爱会受到公平的审判。这个公平审判，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美国政府爱将淡水美先生送去伫美国，美国以后会得到呐。啊，两个同时存在。这笑笑当然全煞去呢。台湾民政府就是照国际战争法、照万国公法的规定，美国军事政府爱承认底下帮忙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事政府，台湾的民事政府。美国政府伊伫这个台湾民政府底下的。替这个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讲这个民事的代志以外，因为日本天皇很主席是没有他的直接的权利，但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总督府官制还阁存在。台湾总督若存在的时阵，这个下骹就是台湾政府。这是咱经过美国军事政府甲咱讲，你们可以成立台湾民政府啊，这个台湾政府。也开始运作，所以各位，我伫这个所在正式甲各位宣布：4月25号，四月二五，好，各位，四月二五上午10点，伫华盛顿 DC 的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要举办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我们要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台湾政府开始运作。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大家拢真欢喜啦，我嘛真欢喜啊。但是你吼，咱拢照所有拢是按照咱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咱绝对无偷食波。过去有诶组织讲都爱去革命，若要叫咱革命，你讲你先去死，咱无要死，咱毋免革命，咱毋免提刀，毋免提枪。美国绝对爱看我们导航的，咱战争是战输伊啦，但是用法律来战争，咱会赢伊呢。所以咱唔免战争，所以我甲各位讲，恁来受训，恁是革命先行者，对不对？对。所以各位爱以革命先行者，啊，所以你有讲，有人讲哦，有啊，你够革命先行，啊，有像这少年啊，这很国中还是初中啊，小学啊。要求这小学，加小学六年级啊，做大佬呢。后摆吼，伊得到真的是大佬，做一世人的台湾政府的官员呢。恁大家拢是大佬呢，伊革命先行者，伊要先来上课啊。后摆伊得到政策，伊是大佬呢。你啊看，即摆国民党有真侪大佬有无？民进党嘛真侪大佬啊，这个共产党嘛真侪大佬有无？吼、哦，像江泽民啊、邓小平啊，伊拢大佬啊。那小学六年级的大佬啊，大家拍手一下。你不要认为说我在开玩笑呢，我是讲实的呢。因为你是革命先行者啊，你大先做的啊，你先知影的啊。啊，只是有迄个
有迄个政治伦理咧，第12届咧，政治伦理咧。咱现准时到今为止，咱高级班有1800个，啊，初级班咧有才有3000几个。啊，咱即马现准时，那离开4000位，初级班咧，搁剩啊，才有900个都有啊。啊，高级班的呢，还差一半，所以咱若要一半要达到，已经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是感觉讲，或许在差不多8月份左右啊，这4000名就会达到。问题是咱的身份证即摆有9000名，咱即摆平均一礼拜才有1000个申请，啊，所以若到10000、20000的时候，过来就真紧啦。20000跳落去40000，40000过过80000，80000过过160000，真紧。啊，我相信讲不一定说一定要41万啊，美国才会做，因为即马美国速度愈来愈紧，叫咱去开会，叫咱去创啥，哎、欸，即马发现讲吼，即着急的人唔是干那咱着急呢，伊嘛伫着急呢。啊，中华民国呢一波一波伫离开台湾，你拢看无？所谓什么马英九的团队、马英九的爱将、贪污呢？你敢捌想到迄个什么人？来，哎、欸。赖素如贪污，哦，普通时伫电视讲啊足清的有啊，哦，讲啊伊是足清高的有啊，贪污嘛，这垃圾鬼的这样遮济啦，啊，不是讲伊一个，是还袂抓到，佫足济，我跟你讲，后迄一个迄个花博啊，爱开几百亿的，笑的呢，哇，咱台湾人实在吼足戆的啦，我想了，咱台湾人足受气的。对的论述，无要去听啊！唔对了，口口撞，真正要死较紧。我跟你讲，你若摕到台湾身份证的吼，你绝对不会死，而且美国会保护你。那是美国犯的呢，不是咱做的呢，不是咱创一个工厂来犯的，无呢。所以你得足清楚的。4月25，咱伫美国的大使馆。而且咱租用国际记者俱乐部，迄毋是讲清清菜菜一样会当伫遐开会呢？中华民国到今日无开半届会，啊，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在国际记者俱乐部开过任何会，为什么？人无要租伊啊，伊毋是政府啦，咱台湾政府才是政府啦。美国承认咱台湾政府，敢那咱戆台湾人唔知影讲咱是台湾政府啦，讲咱诈骗集团，想到就受气。诈骗集团嘛无要紧，你的165甲卡去甲问，刑事警察局甲问，伊唔敢甲你讲诈骗集团。迄一天哦，有一个戆嘴的哦，接电话讲哦，这个好像有诈骗，我马上敲电话去甲伊讲，你再讲一摆，你再讲一次看看。都唔敢讲啊呢！喂，美国政府都唔敢讲你是诈骗集团，你敢讲我诈骗集团乱来呢？对不对？所以你变烦恼啦。最近，咱现准是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这两个会同时存在。咱开始为后个月开始，咱开始运作台湾政府的内部的运作。咱在座这受训的这4000名，拢是台湾的基本的高层的公务人员。所以后摆我袂当甲讲，各位袂当甲你叫做台湾，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啦，爱叫啥？众将官呐、啊，爱、啊、有你无？众将官听有无？所谓可能在座有将军呢，啊官就是大官呢，啊你免烦恼。人来讲啊，你爱做官，无唔对，我爱做官，我要做官，要解救台湾人，好唔好啊？后壁拢无拍手呢吼，什么意思啊？你无要解救台湾人吗？我甲你，麦克风拢无咧。啊，有听无？吼，歹势，我夹唔对。啊，袂较早讲诶。我甲你讲吼，咱台湾政府为开始甲今日，才训练2个月，2年外内底。你看看这度的这代志，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敢甲你出题，也是敢甲你讲你唔对。更别来讲，伊拢偏僻，这毋是
奇怪的现象，这是真正常。中华民国要解散啊，中华民国要结束啊，有的人看无呢？中华民国宣布联勤总部取消，联勤总部为什么要取消？联勤是什么意思？联勤就是军队和后勤的物件拢已经准备啊，表示啥？中华民国为即马开始无部队啊啦，无部队是咱家要求的嘛。你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没有军队啊，你中华民国怎么可以军队有军队呢？对不对？所以伊爱取消掉，联勤取消，宪兵就取消，宪兵取消 ，logo 拢取消。部队的 logo， 迄个高腰，迄个圆圆，迄个啊，拢车咧拢摕得掉啊，这真正常诶。所以各位，我们是政府，我们不是政党，因此咱唔免向台湾人民扣任何啊乐观任何钱。你敢捌看到你即世人长到遮大汉啊？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独联盟也好，啥物党拢无要紧，有甲你无款无？无款一堆啦。因为我嘛捌认得底下钱给因啊，但是即摆干嘛啦？他们都不对嘞。安怎讲？你伫维持中华民国就是你伫自杀，你台湾人家己伫自杀。你欲维持中华民国的性命，就是你的性命要较短。各位，爱精神啊啦！所以咱的中立写一本册，拄啊印出来，觉醒觉醒。伊定价是300，伊即摆讲要卖200啦。你若有机会，甲买去看，袂歹。啊，新台湾论哦，无会举手，我看卖啊。没有新台湾论，甲安尼人两个娘，真正假的？三个。我甲你讲哦，你听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我无甲你骗。但是哦，你即马500块买就卖着啊，即马纯正装本的啦，愈卖愈贵。后摆我出一本3000块，我甲你讲，无来假的啦，精装本你都爱。因为啥人讲爱买呢？因为你，我甲你讲哦，台湾的论述哦，到今日为止啊，已经足清楚的。美国方面甲咱去谈判的啊，拢是照咱的台湾论述来这所写的。啥人我敢伫这个所在公开讲，咱为后礼拜开始救阿扁啊？你会当甲看？我即马救阿扁啊，要用啥物方法？就是用论述，甲美国讲个清楚。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占领。中华民国的选举，照道理来讲是袂当让咱台湾人去选举的。伊也无想着讲，伊本来想讲，伊有18%，伊有军工教人员，啊，遐中国人拢非常的团结。你安怎选，你绝对拢选袂赢伊。伊做梦嘛无想着讲阿扁去选赢，阿扁选赢，坦白讲是拢运气啦。第一摆选举三卡都，你听有无？三个竞选啊，啊就扣着啊。啊，第二摆选举两粒枪子，啊佫扣着啊。啊，无管阿扁讲，啊我就选你啊，无你变安怎？所以中国人感觉足大的侮辱，所以伊无甲关幺死哦，伊袂甘愿呐。啊，其实伊要甲关幺死的消息，咱老早就知影啦。14年前我就知影。啊！但是到今麦呢，咱真正台湾政府要站出来，是因为我们跟美国方面有一些默契，所以为后礼拜开始，咱正式对陈水扁，我不讲伊中华民国总统，我不是对他哦，我是对陈水扁先生本土台湾人伸出援手，好吗？所以，今日这节课哈，我都一定要分做两班。我估计哈，到明仔载差不多破300个。啊，若破300吼，搁请电会，搁用视讯的，美国无同意。所以咱就即摆用哈两间教室哈，两间教室来上课。啊，我即摆上课呢，我要用这本恁大拢有啊，你来拍开看麦啊，就是《台湾战争史回顾》，因为这个《台湾战争史回顾》这真要紧。你一定要读，我要逼你读《台湾战争史回顾》，你看麦啊哈！来，另外呢，我甲各位报告哈，咱若普通时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拢有安排去咱各地全台湾各州的办公室去演讲。
我去演讲的时阵，我的题目叫做《与秘书长有约》。恁受训以后，咱若每一周，我拢会安排时间，不一定是一礼拜一摆，不一定是两礼拜一摆。我去来去演讲的时阵，暗时七点到九点，伫每一个所在拢同款。所以各位，恁若有时间，一定爱来参加《与秘书长有约》，因为我唔免互你走来遮。我每一摆去的时阵，拢会讲进度，可比讲这礼拜很准时，这个民政府的进度到什么程度，我会去甲恁报告，互恁了解。所以恁若有时间，会当带你的朋友来听。啊，上届重要，你本人一定爱来听。啊，尤其是咱甲这个礼拜的时阵吼，每一期人礼拜，你也看哦，礼拜一到时啊，拢客甲满满满，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东西嘛，真侪学员哦，礼拜。会到时啊，拢会当来听，因为我来报告讲，最近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进度到什么所在。所以呢，咱既然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你就应该爱知影讲，台湾民政府现在是进步到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啊，我啊，甲各位报告，给各位知影。咱来拍开《台湾战争史回顾》的47篇，这第47篇呢是最近上新出来，这个物件吼是有经历过去，所以呢有经历过，所以我爱看这本啊来读啊，互各位来知影。台湾政府啊，以违法试问呐、啊，就是唯一就是用法律来甲美国、甲日本讨公道，因为你袂当用感情。即马现准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民进党、台独联盟、国民党，拢是用感情的来诉求，感情诉求啊。无可能完成啊！一定要用法律，因为法律是全世界所有的强的国家所做的规定、所做的法律，咱就要照这点来做。所以来各位第一点哈，你来看啊、哦，这是咱本土台湾人要讨回来公道，在这个国际法的架构内底的这个原则啊，台湾地位原则。第一点，军事占领袂当移转占领地主权，这非常重要。恁读初级班就去读这点。先讲袂当违反这点呢，就是你改变台湾人的这个语言不对，这是移转我们的主权，袂使。将咱台湾人变成中华民国籍不对，这是移转主权。所以真侪这方面的违法，这是不对。同时呢，这个咱台湾吼，咱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啊，因为过去68年来啊，受中国国民党的错误的教育啊。到今日为止啊，仍然目睭啊睁未开啦，这拢唔对。第二点呢，国际的变更啊，伫国际法的原则内底吼，应该是每一个人爱符合主动的意愿，家己愿意的，啊，甲这个合法，这三个原则啊，才会当将咱台湾人国籍来变作以中华民国籍。其实中华民国伫1946年的1月12号，用行政命令将所有的台湾人的国籍。变更为中华民国国籍，这是不对的，啊，这是违反战争法。第三点吼，占领国爱承担甲履行保护占领地区人民的性命甲财产的义务，因此呢，不得对占领地的台湾哈、台湾的人民啊，危害人权，以及对占领地人民所既有动产甲不动产侵犯条例迄个权利啊，或者是移转所有权。啊，这点呢，中华民国违法的所在，等下咱会读给各位知影。所以，我即摆在国际班吼，这几点吼，恁一定爱去读，因为我有写这个高雅的物件吼，恁等于一定爱上无爱看恁两三摆啦。伫咧读卡内底，要很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读的是什么东西。第四点哈，占领国爱避免人口的移入或者移出占领地区。以改变占领地区的人民组成结构，这是讲台湾中国人中华民国改移入台湾呐、啊。迄个时候，咱600万的是移入差不多将近200万。好加再讲，遐200万哦，真侪拢是老人呐、啊，不能生育啦，死也死。啊，若无吼，遐200个呐，拢少年呐吼，惊咱拖呢。600个甲200个夹起来，我怀疑无台湾人啊。好加在，因来拢是老啊。较未生较少，所以甲今年2000万的台湾人、300万的中国人还好呢，好加载呢。但是呢、啊，人是虽然生了少啊，因拢占我们的便宜，站在我们的头顶上呢。真侪
公家机关你甲看，拢是中国人会当升官，台湾人你较忍耐咧，你不能升官，而且若甲你要求你无加入国民党啊，他就不给你官做啊，不爱甲你升官，这比比皆是啦。啊，过来第四点哈，第五点哈，这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而在所流亡所在地啊执行管辖。照道理来讲啊，中华民国伫台湾伫流亡，你袂当做台湾的领导者，这不对。啊，所以伊中华民国因为这点，伊甲你所实施所谓的选举。啊，即嘛甲美国讲，啊，台湾人嘛参加阮啊，啊参加阮啊作为来管啊，啊其实人好康的你摕，啊歹康拢着咱，纳税拢咱，资产拢咱，各位。但台湾人真正会遭受到非常非常不平等的待遇呢。啊，台湾人袂晓讲话啊！我刚刚刚问，甲美国讲一句话，我祖先拢台湾人，伫公园伫遛狗的拢是中国人，啊，敢有公道？无你嘛讲，你若按照人口比例，嘛四个比例嘛较差不多咧，敢毋是？无呢，四个拢中台湾人呢。做乞丐拢台湾人咧，捡二爪拢台湾人咧。啊，你中国人，你莫听讲中国人你捡二爪有无？无呢，我毋捌看到中国人你捡二爪呢。因个台务足好个啊，农民有农民的每一个月的钱几啊万块啊，一万多块啊，破病拢免钱啊。农总你家己看病啊，拢免钱啊，所以伊永远嘛袂死，当年纪较快会死啦。过来，外来流亡中国人啊，政权啊，在日本台湾占领地啊，曾经发生过违反国际法的案例。我这个经历出来哈，第一，1952年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前，诶，这个法律的背景，日本对于原来国土的日本台湾，本来拥有天赋不可移转主权义务。加日本国家主权，但是因为日本战败，也同时被悬置。哎，这有较深啦吼，什么天赋不可移转呐、啊，啊非天赋啊可移转呐、啊，大家回去。所以这段吼，这段我拜托各位吼，恁爱读三摆，啊静下心，啊一段一段一字一字甲看，爱读三摆，你才看有意思。啊，若无你也看无。哎，恁人讲，大家咧上课，等于啊笑笑咱等于跩耍去呢。一定爱读啦！你无读，你后摆做官你也艰苦啦。你办错事情哦，会变形。我先甲你讲哦，所以你爱读哦，好不好？好诶，干么样？你会读无？会读个野手？啊好啦，啊若未读八道墙，我甲你讲哦，八道墙是小事啊，变形才是大事。哦，啊我想啊，遮艰苦啊，我来读册都爱讲变形，啊做官都爱变形，哎哟。你们做不到官哈。第一，日本对台湾的非天赋可移转主权权利啊，按照盟军最高统帅一般命令第一号，被移转于蒋介石元帅。可是日本仍然保留台湾的天赋不可移转主权义务，这就是日本天皇，伊有这个土地的主权，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米叫 suspend， 叫悬置的原因。西呀、啊，蒋介石元帅派陈仪呀、啊，按照战时盟军分配义务，分配协议啊，以代表来台占领日本征服者美国总统杜鲁门，执行日本台湾的占领。你要看啊，日本天皇伊的土地啊，北方四岛去予苏联占领，主岛哈去予韩国占领，这个台湾琉球。台湾跟这个澎湖，好像中华民国这样，这是分配占领。这个分配占领就是依照波茨坦宣言，伊当阵因所私下讲的，什么人去占对，什么人去占对，这是分配占领。但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同时时间也到，爱行。各位，台湾的占领时间已经到了啦，我跟美国讲已经到了啦，你要还了啦。你讲好啊，我要还你啊，但你台湾准备好未？我快要好了，对不对？再试一下，好了没有？啊，好的，也有没有好的？我讲啊，您帮忙两个代志，第一叫人来收婚，第二身份证，啊，就简单的呢。
我无叫你去夜倒夜穿咧，我无叫你讲你行路去示威咧，我无叫你行街头咧。啊，那你去开汽车会，拢是咱这老先生去开咧。啊，你有足轻松的咧，啊，足简单来上课就得到政权，世间敢有比这较好诶？有啊无？爱有良心啦，真正无啦，对不对？这些人哦，做甲要死。欸，我无食比你较好呢。虽然啦，无唔对啦，今日好较艰苦啦，三百几个，可能即马还卖三百个，但是即比三百几个一定有啦。啊，有诶都赖皮咧，拜五吼，啊，我都还卖下班咧啊，啊，我塞车啦，我塞到明仔早起才来啦。啊，我咧塞车。哦，我讲台湾人借口有够多呢，塞车塞到明仔载，国说未订单诶款，厉害呢。好有影，他看明仔载伊哦。好啦好啦，哦，咱老欧巴桑甲讲有啦。安尼吼，好啦，他记。安尼我无会讲。好啦，你算你赢啦。过来，这个啊，第一哈，中国军政府啊，以后的流亡中国国民政府啊，拥有台湾领土占领事实，因而有天赋可移转占领权利，但是没有所衍生的非天赋可移转占领的义务。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日本天皇拥有啊，所以占领军不可以，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的意思啦。啊，过来1951年4月23号，美国顾问团啊，美军顾问团啊，正式进驻台湾，一直到1952年4月27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的期间呐、啊，美国军方是以事实顾问，就是美军顾问团的身份呐、啊，和中华民国军方建立伙伴关系。各位哈、哦，美国的军事政府迄当阵是甲中华民国建立关系，虽然哈，到今日为止，美国国务院甲咱台湾是不友好，因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是跟美国战争的，美国战争跟什么样战？跟美国国务院啊，美国国务院，所以他对我们不友好。坦白讲，这是合理的啦。啊，不友好嘛，无要紧啊。安怎讲呢？因为咱是跟国防部，所以美国跟咱的国防部和咱的关系非常好，啊，真好。美国国防部和咱真好，但是美国国务院啊，跟我们有仇，啥物有仇？轰炸美国的是台湾军呢。台湾的家人，那个高雄的，军，那个飞机啊，去克拉克基地给他轰炸呢，将伊所有的飞机拢炸掉呢。所以迄当阵，日本啊，伫1941年以后啊，伫这个东南亚势如破竹啦。全世界敢若有一个亚洲的国家。去打美国的国家的土地是什么人？是咱呢？咱是啥？咱是日本人呢？咱是日本人，咱是唯一全世界有法度去跟美国相台呢？啊，你无感觉很荣耀吗？有无？安尼有无？有光荣无？拍破咧！你跟美国相台呢？拄啊开始正赢呀！卖不完。老板卖讲啦，这波头前见赢，对不对？啊，好啊，就安尼爽啊，见赢啊！所以两礼拜前，日本队甲中华台北拍野球，咱赢输。较巧啊，骗你袂去，咱赢呢。你卖讲，迄天伫楼卡，迄天拄啊拍这场的拍的时阵哦，咱最后日本人安尼讲一个好猛人有无？安尼赢一分嘛，对不对？啊，日本人那是日本人诶，啊，一个讲起，阮讲讲唉声叹气啦，啊，输起啊！哇，小蛋现在他都要摊个钱拢摕到，那你赢啦，那有啊，有那你赢，那你上几波，那你赢。中华台北是咱台湾人做伊个佣兵呢，去替伊拍呢，拍输应该啊，对不对？对啊，拍输应该，你咧烦恼啥？咱拍赢，啊，讲讲拍输。哦，我讲台湾人68年的教育登未过啦，真正登未过啦。所以哦，你来修这个高级班，你的头壳要足清楚的，一定要很清楚。
你袂当讲吼，台湾甲这个中华民国佮夹做伙，你若夹做伙，你就死无人知。我甲你讲，有真济人讲批判，你若讲建功，我台湾人提出证明来。你甲你边个朋友，你拿出证明讲你是台湾人，伊提出来无？passport 都提出来，护照提出来，中华民国 ROC 身份证提出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连公民都不是。钞票提出来，中华民国。为头到尾无一个所在讲你是台湾人，无人知啊。建讲就讲伊台湾人，啊你讲啊提出证明来，你总要拿出证明来，你提不出来呢？美国嘛讲几下摆。你台湾人提不出来讲你是台湾人的证明，无你提出来我看。唯一恁提出来啥？户口哎，这个户籍成本，户籍成本无写中华民国，是你写台湾的。迄、那个所在才可以来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呢。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囝绝对是美国人，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绝对是日本人，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囝就是中国人。竟然咱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咱就变中国人。你袂感觉很奇怪吗？教育，我最后跟你讲哈，我是台湾人啊，也是中国人，笑哎。刚才美叔跟你讲哈，我是人也是星星，这你也笑对不对？我是人也是星星，咱人不是星星啊？啊，你中台湾人，咱是中国人，不是啊？咱不是中国人啦、啊，这个观念较惊转袂过，可怜的。我跟你讲，四月七日，《自由时报》四月七日还袂到啦，免紧张，后礼拜啦。四月七日，《自由时报》四月七三的《联合报》，咱要甲顶半版，要甲美国政府讲，美国应该让陈水扁先生去美国。这边人顶下，咱个理由给写出来。同时呢，咱另外一边个写啥？写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两个文件。这边个写啥？四月二十五号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召开国际会议，宣布台湾政府自今日起开始运作，全世界拢知呢。所以你们人想讲，你是在受训呢？你是真真正正要变作政府的官员呢？你有没有准备？有。你无准备，你来遮创啥？你来遮创啥？你有没有准备？有。较大声的啦，有没有准备？有。有没有准备？有。对，那么对嘛。爱准备好呢，爱准备好啥？足简单的，卖贪污就好啊嘛。所有命令，中央啊讲安怎，你就安怎嘛。你要爱护老百姓，你就要爱护老百姓，人民你要爱护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千万唔通信国民党你贪污，民进党你贪污。我跟你讲哦，啊，不然做总统伊当阵呢，因中华民国因中国人的习性就是贪污嘛，大贪甲小贪两两嘛。所以中这个。这个民进党啊，伊无爱放弃选举，就是主要要贪污尔啦。那有啥？就是讲哦，伊做一个什么物件就好起来，迄个有效。我讲你好，你好起来，好你这代好起来了，你后代啊后代子孙啊，会变成奴隶的。各位，很简单的事理，就简单的，台湾人看无。我真正诚心的希望。咱台湾人一定要认识咱家己台湾的地位，然后呢，在这款地位的基础上面，大家共同合作，将台湾建设为全世界上好的一个国度，安尼好唔？那中国军事政府犯罪事实如下：中国军事政府就是啥？就是中华民国。一第一，1945年10月25号。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违反法则 A， 这法则 A 哈，我伫咱的网络上有啦哈，你家去看哈。在和平条约尚未签订，而且战争尚未结束之前，片面宣布日本、台湾已经归属中华民国。这是在迄当中有告公哦，侬不要看。和平条约都还没签呢，那你怎样讲台湾要有什么人？签以后嘛无给你中华民国，因为啥呢？不懂。占领也未当移转主权，同时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伫战前法内底规定未当割予人。台湾这个土地是本天皇1945年的四月初一已经实施宪法，和台湾这个土地已经是无法度割让了，就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规定之下，台湾这个土地是永永远远就是属日本天皇的，没有办法。所以台湾没有办法独立，独立代表战争，美国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原因在这个所在。所以吼，你唔通想讲独立足够呢？独立够唔好？你甲想看卖，独立够唔好？独立，台湾独立好，何你独立？马上十波拢去做兵，你独立嘛？你要保卫国家嘛？十波拢做兵，过来买武器。你做兵拢无武器是要创啥？啊，你总不能用空包弹嘛？总不能只能发几支木箭给你嘛？对不对？爱买武器嘛？对不对？爱开钱呢？台湾人叫伊开钱拢无爱，税都要炸嘛，要讲开钱。啊好，我来交税。啊，伊款的国家敢好？绝对无好呢。咱含波多黎各，咱就学袂到。波多黎各，西班牙将波多黎各挂予美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1898年战争，1899年挂予美国，到今日百几年啦，100多年了啦。波多黎各大家都肥肥胖胖啦。安怎讲？伊免做兵啊？什么人甲保护？美国保护啊？为什么美国要保护？美国占领啊？美国若永永久久在咱遮占领吼，啊照规矩来吼，我嘛希望伊永久来甲咱占领，不要紧。你若无钱就找伊讨啊！这台湾人袂晓甲讨，不要紧，我刷你，搁你做兵，搁你交钱给伊，够戆呢，对不对？哎呀，用教育给你骗啊！哦，保卫国家哦，你拢袂晓想讲啊，保卫哪一个国家？啊，你原来是日本人。啊，保卫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跟日本的战争呢？你保护你的敌对国呢？啊，你讲你台湾人有笑无？有无？唔敢讲呢，那唔敢讲，足笑的！我跟你讲，台湾人真足笑的。你莫讲台湾人足笑的，以前我嘛笑，愈高读的愈笑，我那想着就爱笑的。台湾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哦，自我膨胀啊。你看那些独派都这样，每一个都自我膨胀。我不要美国管，好啊，你不要美国管，不然你要你有中国人管吗？我们不喜欢美国，我们不喜欢外来的政权来管。你们来想问我这些土地上的，刚才你一样睡处。处主要给你收税，这个收处税的时候，你讲我买你这个处主，敢袂使？袂使呢，你讲税处呢，唔是你爷呢？啊，不来公道，咱住伫这间厝来公道，公道讲这间厝变做咱的，安尼敢袂使？你讲我咧讲笑话，我甲你讲，咱过去咧台湾拢是这款笑话，我甲你讲，过去台湾人就是安尼，有看有笑无？讲要公道，两点啦。第一，免哪公道，这个土地两种人嘛，一种本土台湾人，一种中国人在咱家嘛。啊，公道要听啥个？第二点，都处处在那边个公道，啊，有简单无？啊，台湾问题有简单无？讲起来无值钱啦，你听了你就知啦。妈妈，你好笑。我跟你讲哦，我真正有当想想啊，这点我嘛有当笑几波呢。迄当初咱读到这戆，
对不对？有讲无？讲个野手。好啦，算你有聪明啦。啊，你即摆拢知影？啊，即摆问题是吼，你个边啊拢唔知影。啊，即摆边边啊唔知影，边啊佫甲你射落去吼。哎、欸，你讲嗯，是啊，你佫唔知影佫边啊讲啊？你也看吼、哦，哎、欸，我讲这是种完全实在话。咱台湾就一定要地位要正常化、正常化一下，啊，恢复到实际上是上诶，还是上诶？卖骄傲啦！迄间厝是你诶，就永远是你诶；迄间厝是别人诶，是永远别人。你无所有权，你就讲我无所有权，我甲你租嘛，对不对？啊，你敢毋是咧？台湾人上爱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谁都无讲诶，就毋对安尼，毋对啦。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啊，对不对？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啊，像日本天皇的调用嘛，马关条约挂给人去啊嘛，啊，有权利将你台湾这个土地挂给人，表示他有权利能够割嘛，有权利摕这个土地嘛，有主权嘛，啊，有简单无？很简单，但是让人想到想过了复杂啦，想聪明，所以想着就拢糟践去。过来，第二点呢、啊，1946年1月12号在第二页哈，1946年1月12日，中国军政府违反法则 A 加 B 啊，颁布占领国行政院训令，片面将法理上具有日本国籍身份的本土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各位，继续。伊甲你规划中华民国国籍啊，这有够一个足大的点伫倒呢？台北条约啦，台北条约是本人无代无志甲伊签台北条约，其中甲伊讲哦，台湾人应该是讲日本台湾人，日本视同目睭看，目睭看视同眼睛看到，这台湾人拢是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啦。但是伊有规定一点哦。以台北条约内底有规定讲，哪阵双方无要承认的时阵啊，就将将条约甲废弃。1971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有一个共识，就是将台北条约废弃。啊，我甲日本人讲，啊，你废弃以后，我台湾人应该马上会当恢复做日本天皇国籍啊。这无是无国籍，无唔对。但是这无应该先恢复到日本天皇底下的国籍啊！啊，你日本人你签咩？你家己唔知啊吗？所以你好像第一届日台精英底下上课，15个日本人，个个听到嘴后拢开开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我当你没有听过啊！你内底都无胆，胆拢破去啊！剑拜就判去啊！日本人哦，伊讲安尼，阮好家在，阮来上课。啊，你怎啊答应给阮打生出来？我你等下讲，用好。所以日本人即马干有15个人有打，其他拢无打。我讲实在嘞，我唔是讲笑的。啊，即马呢，安倍晋三3月7日被发表了，伊讲4月2日，对，就这样和平条约生效日，4月2日。日本要恢复主权，哎，主权要恢复了。日本的主权被恢复日啊，哎，主权是什么？恢复日到位，北方四岛，日本械斗独岛是主岛了。过来，尖阁群岛就钓鱼台了。啊，个对，台湾澎湖呢？啊，大概伊都未记讲台湾，看啊足受气的。我讲安尼好。安尼4月2日，咱来去日本的读卖新闻，甲订一个半版的广告。我讲迄间甲写啥？台湾主权恢复日，安好无？恁拢讲好，安尼拢无甲问讲啊，几位对来？我基本上会晓呢哦，因为我们投资呢哦，袂歹哦，歹势我唔敢甲你收，因为我们不募款。你就是要花，我嘛唔敢甲你收，因为我是政府呢，当然嘛是政府啦。哦，咱拢是台湾政府呢，我们不募款，
拢免还钱，有人会出啦，听有无？有人会出啦。所以安倍晋三四月二八，伊讲日本，不要过，哦，拍摄。安倍晋三讲四月二八，日本，日本的主权恢复日。我讲四月二八，台湾主权恢复日，该打对台。啊，台湾，咱若打对台，咱较赢呢。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伊是日本天皇的国民，拍摄哦，臣民较赢。安尼好冇？真好，我跟你讲。愈来愈趣味啊！我有遐想讲吼，即、這个亚洲的即个国家即个变化吼，啊，尤其咱台湾政府哦，你毋通看咱遮咧上课呢？中国共产党是拢换对咱遮伫上课拢咧看呢，咱上偌济课？二十几万人咧看呢，二十几万人呢。啊，过来，恁可能有人看网络，你就知影吼。网络 LA 伫开迄个华理志工团伫开会时阵啊。美国华盛顿 DC 有派人伫来这参加呢，啊，迄人讲啥呢？伊讲伊有来咱家甲咱参加，迄人伊落尾相片唔敢出来，安怎讲呢？因为伊甲咱讲相片唔通翕出来。我甲各位讲，咱为上课初级班甲高级班，每一摆，唔是讲每一摆啦，差不多已经有三摆，美国拢有派人坐伫后边参加呢。伊嘛同款，咱安尼同款，伊嘛高级，伊嘛困伫遮呢。伊等于安那下报告，你知道？因为我们非常惊讶，台湾民政府的上课的次序非常非常优良。他们很惊讶，台湾民政府竟然能够这样的井然有序的建构他的台湾主权。咱有搞无？
跟你无款啊，你敢做两件简单的代志呢？举手之劳就可以办到。第一，叫他受训啊。但是你受训哦，哎，你唔通该害呢？会贪污的你唔通叫伊来呢？我讲绝对死刑，我先跟你讲哦，绝对死刑哦。你是那戴宿主迄个，迄边讲，迄个有伊承认了嘛？马上抽出去枪毙，都刷去啊！讲啥？第二点，身份证，照美国规定41万呐，所以将来后摆台湾人干那41万尔啦，其他拢啥？拢中国人。想要讲，伊是中华民国身份证，伊是中华民国护照，伊使用台迄、那个中华民国钞票。啊，若要用中华民国钞票，请伊去金门妈祖使用，因为咱台湾人使用正台币。台湾人干那41万人大未歹呢。春天拢咱叫外劳来着嘛，对不对？未歹呢，41万，啊，2000-3000人，其他通通当外劳，因中华民国外国人嘛，你听有无？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啊，啊，遐外国人拢来做外劳，啊，42万人拢免做工课，干那，互迄个2000-3000万靠着41万出来人去做工课着，来饲咱41万，啊，未歹，对不对？还好无？赞，拍手。袂使哩啦，恁拢贪心，我讲恁真拢足贪心诶，不可以啦。我们要拯救同胞，你别记咧。伊恁讲拯救大陆同胞对不对？我们要拯救台湾同胞，好不好？好。爱好拍手，这才是爱拍手啦。我讲吼，恁那头脑拢未清楚，我甲你讲，真正足未清楚诶啦。我想讲，家己要利益拢拍，拢好咧。嗨呢，我唔知要改变台湾人的思想呢。我引人入罪啊！玩弄啊，大人。好啦，我是有意引诱啥？我咧甲你考验讲哦，恁头脑有变啊，无变啊？你看今日无变啦，你中华民国台湾拢连做伙啊，敢毋是？小心啊！我后摆讲话吼，你要注意哦。我甲你问的时阵吼，我拢会弄入陷阱给你哦。我甲你考验啊，安尼好冇？做老师都爱考验嘛，对不对？你无考试用这个甲你考嘛，安尼好冇？爱考100分哦，嘿，好冇？拢好，好，基本拢考，好，是啊，你啦。好，等下我再甲你考。来，迄、那个第三点嘛，1946年3月份哈，中国。军政府啊，违反法则，自1946年3月起到1949年8月，共分成7个梯次啊，驱离323,000名定居台湾的合裔日本国民，并剥夺其全部财产。323,000名日本人，刚才炸1000块的日币，台币等于日本，剩的拢爱棒棒底加好认真。我讲实在呢。你想看咩？所以有偌济人，有多少人发财？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迄两边拢是日本人诶。所以落尾啊，你若看武昌街变做中国人伫住，因安那来？因安那手诶啦，变做因诶啦。台湾人足故意啊，日本人离开嘛，唔敢讲迄间厝无人嘛，唔敢去甲占。啊，中国人占咧，拢因兜诶。所以有真济，咱台湾嘛是同款啊，占袂到伊个啊。但伊讲啊，占领不抵转主权啊。你别讲你占着着你个呢 ，no， 占着不一定是你个，爱叫法律来啊，足清楚个。你若知即个法律，你就知影中华民国所做足济工课拢是乌落木济。中华民国是唯一全世界有违章建筑个这款法规。全世界那违章建筑，我伫美国较久，我都唔知违章建筑。你要起厝，都要得到迄个执照啊 ，permit 啊。建筑师无迄个执照，伊就袂当甲你盖厝。你要看中华民国很主席的厝，80%-90%拢是违章建筑，全世界无这款型的啦。厝甲你起落去，啊，甲你分做地上权、甲地下权，靠迄款分法啦。但是咱唔知影讲迄是唔对的呢，
时间一个久，咱就感觉伊讲的有地有理啊，有分地下地下，靠迄个代志。你无地下权，无土地权，你当然就不能在上面盖房子嘛，足简单的嘛。啊，即马中国人用骄傲的，傲骨就是伊的，不对的。过来，1949年诶2月28号，中国清政府违反法则，对当时身份仍为日本国民的本土台湾人展开屠杀及剥夺财产。哎，各位，您头牙疼？你的228啦，228是安内发生这么多代志，是安那？迄时阵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呢，还没有签。但台湾人甲遐中国人表态讲，我是中国人，我们也打胜仗。但是占领军中国人，伊无将咱当作中国人，伊的目睭看去，恁这是战败呢？啊，你战败人会当甲伊示威无？不行。包括今天你都不能示威，我跟你讲，因为你今天是因为是你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所以你用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身份去改示威，其实是不行的。这样的意志就是命令，所以伊跟你开枪，美国无讲话，就是因为安尼啦。你台湾人唔知啊，真正台湾人吼，敢那袂出啥，然后几月迄个阿美皇台唔知道。啊，七月半，啊，唔知死活，怎台湾人是安尼呢？自以为聪明了，哦，我们不要外国的统治者，看你鬼，本来就别人的土地，你不要外来的统治者。其实因讲迄句话啊，是因知影咱讲的啦，伊讲台湾民政府在主张什么啦？咱主张就是讲回复到历史的原点，应该安怎就是安怎嘛，先回去。你后要安怎行才行？啊，无你都唔对的房间，你敢行较久嘛未通？你唔通想讲我都骄傲啦！我跟你讲，国际法内要敢骄傲的，无可能就无可能啦，唔对的绝对无可能啦。所以咱无可能家骄傲啦，吼、哦。所以这个228吼，228的事情，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叫太唔知影去。有一部分人是以违法的状况之下，把你逮捕，甚至呢，无把你逮捕，无把你经过审判，就把你清杀掉去。有啦，有这种的人，不对啦。但是现在到今日为止，这久啊啦，民进党执政21年啦，妈，这个单追变移，李登辉十三年，21年啦，啊，有得到真相无？无呢。甲今嘛四月都搞不清楚了，是安怎？你最近听人外讲，他根本就不能谈。为什么不能谈？美国甲讲过啊，你要谈228，你要小心啊。我是军事政府见面，你见面这，我还未讲完，你袂当讲呢。所以阿扁啊，李登辉，伊拢知影，但是伊不爱讲啊。今嘛上届敢讲是咱呢？咱都叫法律来，实际上安怎就是安怎，你不能够利用占领军的意识先。当然，占领军他有权利，我跟你讲，他有权利，所以咱行路一定要行好着。咱逐步拢叫法律去行，伊绝对唔敢干你呐。这个因为台湾民政府、台湾甲台湾政府啊，伫遮生龙活虎，伫遮演讲伫遐哈，伊唔敢干你。今日咱台湾政府看板甲揭开，大楼甲揭开，你有看无？有无？我甲用 LED 灯呢，足水个呢。我惊伊看无啊，互你暗时嘛看有。安尼有够无？拍手。免烦恼啦，死个我会生气啦。我敢呢，每一卡步拢行到足稳呢。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一切拢照国际法。啊，有诶讲，这国际法我们不算。啊，你是国际诶所在，即嘛含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拢按照国际法，你啥物人唔敢按照国际法？卖讲迄臭屁话啦，迄愈歹，迄拢愈低身啦，愈无胆啦。台湾人一定爱破釜沉舟，爱回到历史原点，为台开始，见经书的书。
我苏某苏的尊严，我唔免叫你美国人，还是叫你什么中国人，我叫法律来。人美国嘛讲，你们按照法理，我们就按照法理来。啊，就对啊，啊，就简单诶啊。所以各位，中非各位啊，你拢做后摆台湾政府的大佬啦，这无你就有迄种证书啦。哎、欸，恁受训哦，迄、那个礼拜三点半爱翕相啊，礼拜天的三点半要照相啊，你唔通无翕啊，你嘛欢喜跩，啊，我先去整理行李，等来伊拢翕过啊。我吼，每一摆过去办好即款人啊，啊，伊外边嘛，歹势，十三届才过来补翕。你们人翕一摆，你就要翕几啊摆，翕一摆就好，拢爱翕啦。因为吼，美国拢一个一个给点啊，你后摆要做官一个一个点。啊，有的人吼，高级班先来，初级班无，啊，想讲赖皮，死搞任命的时候，任用资格，迄阵那种电脑内底拢有啊。你有初级班啊，高级班啊，你讲高级班没有初级班，对不起，你的任用资格取消哈、啊。你们人想要占便宜，我再跟你讲一摆，规规矩矩来啦。因为这法律吼、哦、是一定是整套的东西啦，哈、哦。诶，咱这期嘛袂歹呢，咱这期有迄个叫做，有一个叫陈永兴有啊，医师，高一的啦，陈永兴医师，伊伫这个礼拜吼、哦，我那边来上课，感官啊啦，伊也要来上课啦，很好嘛，哈、哦。啊，这个叫做咱这个咱啥个啥，过迄个叫做。我上课你讲的迄、那个，康林祥，康林祥后期要来上课啊啦。我甲你讲哦，即马愈来愈济，今日有几个三块二、三块一、三块三，含咱居民啊。伊讲哦，警察啊，三块一、三块二、三块真悬嘞，很高阶呢。伊讲，恁这对啊，啊，我来要来上课会使无？我你来，你唔能叫是第一个呢。即马在线上的警官也是迄个迄种吼，够济啊！我讲你嘛爱排队呢，你排落去比迄两块一的还是块二的较细呢？伊排伊伫头前啊，政治伦理来，爱有你无？咱在座，咱家在座嘛有现任警官，才考几年俩，三块一、三块二、三块爱排后壁，安尼才有公道啦，对不对？对不对？不爱讲啥物事，你要排后壁吼，要排后壁举手，拢无嘛吼。政治伦理，咱一定要争取这点啊。啊，无人上台来受训的，迄当阵啥啦？迄当真正是吼，我那时候因咱唔惊死对不对？啊，那恁即马吼，唔袂当用唔惊死啦。啊那，美国的证明拢来白纸黑字啊嘛，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啊嘛，啥物人敢对你安怎啦？你有看到迄个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迄个承认的迄个公文，你有看无？来拍开来看麦，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迄两个不一样的单位呢。咱这个物件，台湾民政府是伫2010年的10月4号，啊，台湾政府是这个2013年的3月15号，哇，台湾政府，你有看无？啊，有清楚无？有清楚无？白纸黑字，啊，即马白纸黑字啊，啊，即马一寡遐个，即个统派啊、独派啊，哦，讲这是假的啦，迄、那个英语的签字啊，甲考起来，这个笔画跟原来好像不太一样，那看到故意咩啊？这个物件伫这个所在这么清楚啊，要讲这是假的，那个这是有意、恶意。真正是恶意跟有意的，所以后摆这个人，台湾政府执政第一个枪毙，好不好？可恶嘛，真的是可恶嘛！足清楚的物件呢，安尼也有个人在网上安尼甲恁胡作非为，甲你胡白讲，啊无安尼啦，真简单啦，啊无你搞嘛，无你请一个台湾政府嘛，我看卖啊。还是台湾民政府请一个罚看麦啊！各位，那不是咱这阵人去告美国，咱哪有这张？那不是咱这阵人去告美国协商，咱哪有这张？这么清楚，
还在那边胡作非为，后边跟恁讲，后边跟恁吐槽，啊，但是足可惜，就讲竟然有一部分很小很小部分的台湾人会去中毒，安尼嘛好啦，这干嘛生病赶快呢？病菌，有一天病菌我们就把它消灭，很快了，这个日子很快就会到，他们要慢慢的期待。那洗稿，民进户台湾进户激进，这人一定要凌迟致死。一块肉一块肉慢慢地流，因为清朝有这样的刑法嘛，对不对？啊，你有赞成吗？有赞成请你举手。你们现在比较巧，好啦好啦，现在比较巧，不错啦不错，这样有进步啦，有进步，很好，好啦，枪毙就好了啦，枪毙就好了嘛，好啦，枪毙了，拖出去枪毙，不是那是军阀。哎，好我是跟美虎啊，我跟你讲，过来看看哈。第五点呢，1949年6月15日，中国军政府啊违反那个法则哈，实施货币改革，规定40000元旧台币啊兑换1元新台币。啊，形同洗钱，没收台一日本国民的财产，一块换40000呐、啊，哈、哦，以前一块敢来换40000，对不对？各位，台湾民政府执政，那边发行正台币，新台币要用40000来换那一块，哎、欸，这样容易啊、哦！我说到一定做到，啊，一块正台币等于1块美金。台湾人，但是41万松死，我跟你讲，41万而已啦，我再讲一遍，只有41万。革命先行者，你我跟你讲讲看，革命先行者啦，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啦，先烈就翘起来嘛，革命先行者就有福可以享啦，对不对？今天小六的马上当大佬，没卖。你运气很好，啊你咧，你第几年？啊，看不出来呢，怎么这么年轻？哦，很年轻呢，很年轻，不错不错，可能吃了什么仙丹之类的。啊，来，那个第六点啊，1949年12月，那个国民政府违反法则，自1949年12月起一年之内啊。陆续将200万的中国残军啊及难民移入其日本台湾的占领，这是比赛。那你讲600万移入200万，我跟你讲过，好家仔，拢是老岁啊，农民拢老岁啊，真侪无生。啊，但是因的台湾拢会种袂歹，啊嘛真侪台湾人嫁互伊，好啊，台湾人生活困难嘛，迄、那个40000块去换了去嘛，免了我都生活。啊，有真侪人的家庭哦，都叫牺牲查某囝啊，嫁互因呐。啊，所以当然啦，有这部啦，这部分的人，我们要给他特别考虑啦。哈、哦，有这一部分的，我们要把他特别考虑。你有看哈、哦，哇，这搞呢，这张相片搁找有呢哈、哦。这张相片你有看无？咱竟然给这群人去通知的。这群人来通知咱，各位，你有看无？这一群人来统治我们，啊，就真正都对啊，真假呀？啊，无遐啥，啊无啥，假吗？你就安尼啊？啊，因讲战胜国啦，所以台湾人叫因哦，非常不敢相信呐。你看，我看到这点人，你甲讲万岁，你画一块，你我唔相信，你画我看麦。你画出来万岁吗？你若看到，你画出来吗？所以迄天哦，台湾人看看，当然拢哦流目屎，嗨啦。我们的祖国是这样呢、啊，迄当然日本人啊，拢徛啊滴滴滴，啊这阵人来通敌咱啊，迄个啥，兵单啦，用兵单啦，安来通敌咱啦，够伊，好啦好啦，卖去看啊，看了伤心啦，过来啦，这个叫做第七点哈、哦，1949年12月28日。这个是讲征兵呢，咱台湾人去做兵哦，是为12月28日是第一天出去做兵的啦。
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袂当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啊！啊，那台湾人去做兵吼，这拢不对了。你想看咩啊？中华民国是咱日本台湾的敌人呢，因为日美国人来轰炸咱台湾呢。啊，台湾和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国呢。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当然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敌人啊！啊，敌人我们在当什么兵？所以呢，所有做两年、三年的人。拢后摆会当得到补偿，啊！这补偿当然中华民国绝对让讲的，因为走去金门妈祖去啊，啊，甚至走去平潭，无定因同意去啊。但是咧，台湾人落尾爱找谁？找美国，但是美国卖讲啊，叫美国讲我夭寿哦，啊！这林某某安尼想甲一个空胖，啊，我会赔死呢。所以你卖讲，卖先暂时卖讲啦，我写者互你看，你有这本就好啊。啊！有日本后摆吼，万一我叫拍你嘛无要紧呢。我写一只，你拢看，恁照这个来做就好啊。所以即摆毋是干那一个林志升拍死尔呢，即有三四千个、五六千个林志升安尼。啊，哪有紧？伊若拍死我，我甲你讲，明仔载台湾就起来了，安尼好冇？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上可爱上歪的，戏有啥物？戏有啥物作用？戏拢免讲去啊，对不对？我歪的较好，对不对？是不是？阿免甲我拍手咪？好啦，我吼，因为高级班吼较轻松嘞，因为。这论述吼，他们讲已经死去啊！这论述咱个这清楚哦，美国人已经投降啊！我跟你讲，他已经对我们投降了。实际上，我唔敢讲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但是这无吼，美国伊那较搞怪，我就甲讲吼，我要告你哦。但是我跟你讲，我无得甲告啦，夭寿鬼呢！你知影美国过节，美国是非常无简单呢。律师一点钱有500块啦，500块美台币啊，美金呢？我感觉有一届吼，咱本来想讲，过来甲过一摆看卖啊，啊不吼，我就轻钱轻，即大人轻30000块美金啦，啊就行。美国讲要讨论案情可以，请你先汇30000块美金，啊就轻轻啊就汇去啊呢，啊30000块美金，我甲何瑞言，啊美国三个律师，我们在讨论呢，讨论说，来日是我写哦，我讨论哦，你稍等呢，伊要先看我所写遐文章。看字啊，嘛爱算字呢。啊，就像讲这个所在，伊讲，虽然我来兵册看卖啊，伊个兵册爱字呢。讲两点钟久，啊了，隔天刚我想讲，啊无，我们再继续谈。伊讲，对不起 ，Roger， 那个30000块已经花光了。哦，这贵呢，我甲何人，我无他提钱呢。啊，伊三个安尼分了了呢，两点钟久分了了呢。要想看你有钱，我哪够啊？非常非常的贵呢。当然啦，我心内想讲，嘿，你这美国的律师，你都无读册，我你读册啊？你出名啊？我都搁给你钱，嘿，全世界我上戆的款呢。但是我跟你讲哦，人伊律师有执照嘛，对不对？所以美国的官司是拢很贵很贵啊。啊，这台湾人哦。你即马伫台湾即块土地内底，都阿你哦，台湾独立啦，啥物我哥迄款，迄种无效啦，迄种用感情的啦，家己要安怎画啦，安怎画，安互记者来甲采访安尼啦，啊要为着要博得新闻啦，相拍，我一个拍，哦，我新闻就足破片的，各位那个不是方法啦，用感情，所以台湾有问题，有一批人，迄感情，迄头壳是死的。你跟他讲，伊拢不爱跟你听。我著跟你讲，台湾要独立啦，你不爱跟你听。你要独立会使，照步来，一步一步来，走正常的管道甲道路。你唔免革命，啊，你免提多钱，啊，你会成功的，遮好的路你不爱行。但无要紧啊，伊不爱行就不爱行。咱较紧的来招4000个，啊，甲41万人，安尼咱甲美国讲，你尽快爱行我。不是跟中华民国说哦，我们不会向中华民国要政权，
因为中华民国那个政权是耶中国政权，我们不要黑几刀耶，咱要建立台湾人家己管台湾的政权啦，好冇？您来这受高级班，上个重要是学这点。占领袂当移转主权，流氓政府袂当就咧合法，啊，不是讲台湾人管家己都不对，就台湾人管理自己是对的，但是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你绝对无资格讲台湾是台湾人的主台湾 ，no。你顶管要过一个处处的，你要创啥？你爱问处处，你要直接壁顶管要甲顶一个物件，爱问处处。处处如果不同意，你不能。真简单，这是基本的原则嘛，对不对？因为我先甲各位讲吼，我这绝对讲未完啊，哈！但是讲未完来讲啊，这本本乎你爱去读《新台湾论》，你还阁无会举手玩看麦？太多了吧，袂使哩啦，一定爱买啦。粉莫食，酒莫啉，会使哩无？新台湾人，你要做官员，一定爱有啦。因为这个内底是牵涉到各方面的迄个做论述吼，一定爱有啦。啊，无你吼，你死到你唔知要怎甲人讲啦。尤其是你做一个主管，要甲美国派人要甲你谈判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谈判啦。好，这是非常的要紧。再来第八点，1951年的6月7号，各位，我这以前上课都不爱讲，但是今天要让各位知道，国民政府啊，违反这个法则，实施土地改革，公布实行对地主不利，而对佃农以及流亡政府有利的耕地375减租条例，规定耕地地租，租额不得超过 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375%，各位你头举起来。耕者有其田，375减租，国民党伊是安怎做的呢？伊想将这地主的土地先没收来，收来以后30%调整到30%好的，伊先摕起来，跌嘞，落底也跌嘞，分了70%才分给佃农。我拢有证据。可比讲，伊将这地主有100亩的土地，伊家收起来，30%较好的，伊家留起来。最就是国民党的东山有遮济原因啦。伊毋是讲做生意啦，伊啥物做生意？乌白讲，三清五甲耕者有其田政策之下，伊用偷天换日的方法，30%摕咧落地啊，70%摕咧分啦。安尼讲，遐佃农拢真欢喜。各位，那是剥夺我们的财产呢。过去我歪讲的原因是对，因为嘛是有真正佃农讲啊，我有分，确实有分到土地，无唔对，你有分到，我们也赞成，我们也同意。问题是30%去予伊收去，所以国民党有遮济东山的原因伫遮啦，唔是伊搞趁钱啦，伊是搞手啦，手敢互你唔知啦，这是国民党的做法啦。民进党伫个支持国民党，阮就非常讨厌，就是安尼。因为民进党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嘛，在中华民国体制之下，伫剥夺台湾人的所有的一切啊！我相信你若上过课，你就知影，唔通选举啊啦！2014年的选举，民政府、台湾政府无定动伊袂调，因为咱的人数无够，咱若有够迄一天，一定甲动掉。而且要甲美国要求政权掀翻，你免烦恼讲你无能力。我告伊讲，大家拢有能力，你就照咱政府、咱中央政府的规定去做就好啊。我无叫你什么有什么新的做，免照咱的政府的规定，咱中央政府规定讲安尼，你就照安尼去做，卖贪污，对老百姓、对人民较好嘞。安就好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家己要有自信。我是非常有信心，我也相信咱台湾人会当做较真好的一个国度。我不讲国家，我讲一摆，咱是真好的一个国度。因为有日本天皇伫个，咱袂当讲完成国家。日本天皇只要伊相信，伊同意以外，咱还阁无法度讲来变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一步一步。
照起工来，一步一步来做，安尼好冇？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因为这边十点嘛吼，所以呢，我这一本哦上到这呢，剩的你也家己去看，哦，你自己要看。啊，明仔呢？明仔暗时我是上迄个中国国情，啊，啊个真济课吼，拢非常的精彩。啊，即摆因为人较济吼，所以各位你若要洗身躯的时阵吼，利用休困的时间就去洗啊，不一定讲晚上，白天也可以去洗澡，好不好？迄个伫。那伫房间诶吼，拢伫自己的房间洗。啊，那其他诶人吼，即、這个后壁迄、那个迄、那个伫迄个六楼甲七楼吼，拢开放，规全天开放，互恁洗澡，家己去洗，安尼好唔？啊，来，感谢多谢各位，谢谢。今日，今日，老客食点心。